们布袋这边的水土环境其实是我们台湾里面算是很棒的，潮间带湿地这样的水环境叫做半咸水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会引一些海水进来形成半咸水的养殖用水。我们邱家兄弟就觉得养鱼要先养水，养水要先养土，养土要先养环境。好的水源条件的池塘里面，底层生物、浮游生物引进来的水、原生的物种，还有草丛里面的昆虫、幼生都在水里面，各个族群的变化就会引起水象的变化。那它稳定的话，一个水体就在稳定的一个状态，密度养少一点，让它在里面住得很棒，那鱼虾当然健康快乐啊。我们主体养殖的星期物种就是丝木鱼，丝木鱼就是牛养的角色，它需要有很广阔的空间能够让它去运动。金木鲁就是狮子老虎的角色，引海水的过程当中在里面把原生物种给吃掉。我们利用一些工作鱼、豆杂鱼或是五杂鱼、然后乌鱼，把它残余的饵料跟它里面的一些代谢物都变成食物。白虾它是到处有的，那泰国虾是比较底栖性、有地域性的，那泰国虾就能够把池底的食物给捡拾得很干净。那白虾到处有，它吃的也比较杂、比较广，它就不会在那边酸化腐败分解，那池塘的健康程度是会维持在一个好的阶段。因为我们全程都不用药，所以物种总是会有生病的时候，它就会活动力比较差。那在我们池塘里面，我们就会混养一些像龙胆石斑，在淡水池里面就会混养一些像笋壳鱼这种肉食性的，把这些生病的给吃掉。都没有用除草剂嘛，那这个我们就会放养一些草鱼去把草给吃掉。当然，水体里面会有藻类。放养一些大头鲢来把藻类给吃掉，达成一定的生态平衡，自然而然就会水象非常的好。我本身从事养殖这个产业，我也在思考把区块链引入养殖产业的话，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改变。生态养殖的履历追溯记录这个生产场域，所以所有投入这个场域里面的，不管是经济鱼种还是工作鱼种，都可以赋予它一张生态养殖的一个履历的证明。邱家兄弟的场域里面已经设置了20多台的水质监测的设备，记录的水质项目包含水温，然后酸碱值、水的溶氧，还有它的氧化还原，然后把讯息传回去主机，管理者手机的 APP 上面也可以显示。嘉义大部分的鱼温都是采用半咸水的方式做养殖管理，如果说水的盐度变化很大，酸碱值变化很大的时候，可能会造成池水老藻、鱼虾大量的死亡。智慧养殖的一个监测设备，它可以提前预警到池水的状况，提醒业者赶紧做好一些应变措施。区块链就是分散式的账本，上面的资料没有办法被篡改，即便输入错误要篡改也会留下记录。以前的这个食物安全的问题都是记录不确实，标签是造假的，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回溯到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。所以我们当初在3年多前开始做这个计划，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生产者的记录透过这个最新的技术、气象仪等等的 IoT 的装置啊，把这些资料都放到区块链上，希望说区块链的技术可以帮助这些台湾最好的生产者，让消费者认识他们的生产的过程。买东西不要只是一味的追求价格便宜量大，应该要往高品质然后价格合理的目标去迈进。消费者一方面也可以吃到比较好的产品，那生产者他可以获得该有的利润，他才可以帮助他的养殖的技术更精进，所以对于未来的这个消费市场来说是更好的。